和小桃红结缘于2000年的春光灿烂猪八戒，相识、热恋、结婚，风风雨雨十几年，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经历过甜蜜，也经历过绯闻的洗脑，如今二人成为了相濡以沫的老夫老妻。虚竹的事业蒸蒸日上，小桃红却逐渐淡出，相夫教子，默默支持老公的事业。日前，记者在徐峥和小桃红家不远处一家豪华餐厅见到了二人的身影。一向低调过日子的二人，当天着实奢侈了一把。2012年的一部《泰囧》票房大卖，徐峥作为导演的封臣，当时也成为了坊间热议的话题。据了解，这家餐厅吃闯一次，少收了几千块，何其不易。交流也不多，各自默默走向了酒店。徐峥一边休息